有骤雨同埋几阵雷暴，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。咁展望未来几日多云有雷雨。而家28度，相对湿度83%，紫外线指数系6，强度属于高。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，一般监测站系低，路边监测站系中。转头翻嚟咧，接新闻。